大家好，在今年的九合一大选当中呢，韩国瑜非常的火热，在台湾刮起了一股的韩流。韩国瑜的核心思想就是拼经济，以及人进得来，货物卖得出去，高雄发大财。那么今天习近平主席发表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呢，中提出了要促进两岸之间的贸易和货物的往来，对吧？促进两岸之间的经济和贸易的繁荣。基本上就等同于支持了韩国瑜的拼经济。再一个，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要扩大两岸的直航，就说在现有的直航上，对吧？让两岸之间的直航，我们可以理解成或者飞机的班次，继续增加，对吧？让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加的频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大陆人去台湾的人更多，当然台湾人来大陆的也更加方便。从这一点上来讲呢，也等于支持了韩国瑜的，人进得来。再一个呢，就是今天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也，提出了要继续扩大两岸的直邮。在以往啊，两岸之间有直邮，但是直邮的渠道非常少。譬如我们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台湾的博主进行淘宝开箱，通过这些博主的开箱视频，大概可以了解就是。在台湾购买淘宝的产品，就邮寄是很不方便的，这个物流方面的限制很多，所以要走一些私人集运的渠道啊，所以一次性要买好多好多东西，要买几大箱，很多东西要攒到一起买，那么如果零零散散的买，就比较麻烦。但是直邮继续扩大，如果直邮的扩大能够实现的话，那么在台湾买淘宝的东西会更加方便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么在大陆啊，通过淘宝买台湾的产品也会更加的方便。那么淘宝只是一个代表吧，两岸之间的货物邮寄的形式可能会更加的多种多样，渠道也会更多。我们单纯以淘宝为例吧，对吧？就像前面说的，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台湾的博主进行淘宝购物开箱的视频，也就是说，在台湾有很多人。通过淘宝在买大陆的东西。同理，今年双十一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台湾馆，那么台湾馆里有台湾的农产品、手工制品，还有一些电子产品，销量也都不错。所以说，这种通过网络直邮的两岸之间的经济往来，也就是货物进出，基本是双向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台湾通过淘宝会买大陆的一些便宜的产品，那么同理，大陆也会通过淘宝去买台湾的一些优势的产品。啊，这对双方是十分有利的，也符合，韩国瑜的，对吧？货物卖得出去，那么，高雄发大财，对吧？如果按照今天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习近平讲的，日后两岸的经济贸易，对吧？会更加的扩大，会更加的繁荣。那么贸易扩大、贸易繁荣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让两岸，共同发大财嘛，对吧？因为发财也是双向的，不止台湾发，大陆也要发财。这是第二点。那么就说再说第三点吧。第三点就是5G 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。那么5G 时代紧跟着就是物联网。那么在5G 和物联网时代，那么网络会更加的发达啊，全球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的紧密，也就是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，对吧？通过更加发达便捷的网络渠道。那么在5G 时代和物联网时代，那么大陆和台湾的货物啊。货物进出和货物往来也会更加的频繁，会更加的快速。那么，对推动两岸的经济交流啊，提高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更加的有利。那么，譬如我们今年，大陆的15个城市的5G 试点马上就开始了。原本说的是1月中旬，对吧？1月中旬马上就要到了，现在就1月初了，也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。那么，半个月左右之后。大陆可能15个城市的5G 已经开始试点了，那么如果台湾的5G 也开始布局和试用的话，那么通过5G 为代表的啊，更加发达、更加便捷、更加高速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，那么将会促进对两岸的贸易交流，会带来一个更加的繁荣，那么对韩国瑜的。高雄发大财也会更加有利，所以韩国瑜提出了要建设南高屏大机场嘛。我这两天看政论节目，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南高屏大机场了，就认为高雄现有的机场大体是够用为什么还要扩大机场的规模？我估计也是韩国瑜看到了未来高雄的
发展，也就是说，看到了未来高雄可能，通过大陆扩大直航，对吧？会有更多的人进得来，同时扩大直邮，会有更多的货物出得去。这时候，一个更大的机场，那么对高雄的发展是更加有利的。我们知道，机场不仅飞机客，不仅仅是客运，它也包括物运。我们很多的物品，也就是说物流，包括快递，很多也是通过飞机来运输的。那么，如果两岸的货物交流更加频繁的话，其实一个飞机的班次要求也是更加多的。那么，一个更大的机场，对吧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好，这一期就大概就说到这里啊。也希望高雄能够，在未来两岸发展的新局面下，能够真正的按照韩国瑜所说的，实现，人更多的进来，货物更多的卖的出去，那么高雄人民的收入也会更快的增长，那么也希望台湾的经济也能够更快的发展起来，当然大陆的经济也要更快的发展，两岸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。好，这期就说到这里，喜欢。